这种神书，蔡文嘉伦以及马郎蝶都已经是不是平安？你是不是快点报助？你的意思是不是，嘉伦人已离开炮座啊？这种神书，你一直和我笑杯，你的意思是不是？是不是嘉伦，你人已经无啊？ 阿叔，我是明珠啊，我一个弟兄拜托你。妈祖娘娘在上，啊地主蔡明杰，啊都迄个清水镇嘛，啊无做对面啊。啊，迄个明珠，你烦恼讲这个王家伦哦，今次嘛走掉了。啊，想讲我入来问迄个济公师，啊问看迄个唔正地主哦，啊今次嘛人去走掉。明珠啊，无安尼啦，紧起来来。 你莫管我啦，我要金妈祖娘娘和我离去。你不是为着疼，你转去啦，我要求一下。蔡主委拢已经甲我讲啊，你真正无需要为着这轮你的囡仔安尼勉强性命，勉强你家己嘛。阿哥甲我讲，我若是唔知要安怎的时阵，会当请神明指示，我相信，只要我是真心诚意，神明一定会感动的。 叫神明哦，安尼你若安尼做一下神杯。哎，神杯啦，神杯，明主，神杯啦。啊，感谢神。是啊，你这么有诚意，一拜尔，啊，妈祖还神杯啊。我让你去啊。啊，对，来来来。我让你去。 哎，顺利啦！哎，这种神书，蔡文嘉伦，以及马郎蝶都已经是不是平安？你是不是快点报助？这种神书，你的意思是不是，蔡伦人已离开炮座啊？ 陈文神叔，你一定和我笑杯，你的意思是不是？嘉伦，伊人已经无啊。陈叔。 啊！你找阮兜家人做机身，敢讲袂较保护？啊！伊即马什么情形，大家拢也毋知。啊！甲你请示啊，你搁一直笑杯，完了无？你敢明个数字签字啊，甲阮指示啦，吼！然后吼，请我三个信杯吼。